有啊。好好，可是你的围的点都不一样啊。那反正我围就没了。好喂，围是怎样啦？没有嘛，就是有一个外送平台怪怪的。是吗？不是486。好了，有一个是谁跟你外送？我刚刚在被外送的。我用过的飞机飞，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，什么意思？哦，装水，装过了，我把水装进去的。意义上还是用过，没错。也不是我的水哦，视网膜用它的液体滋润过它的飞机杯。为什么越来越歪啊？可是我刚刚按正点，不行，我要冷静。袖子好松哦，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打个结好了。好。这是什么结啊？黄结。对了，你牙齿好像吃到口红。要再来一次。好。好。OK 了吗？中央电视台的温婉广播大厅。